深甜可口的巧克力全手工打造20种口味，在南投埔里卖巧克力也可以卖到最高业绩单天300万元。原名18度C巧克力工坊，现在改名成 Feeling 18。最畅销的深巧克力一年卖出25万盒，俨然成为埔里这个只有8万人小镇的观光景点。我曾经在这个空间里面呢，有24小时生产，就没有停止这个生产线，所以有曾经这样的方式才带动到现在，我们把工厂移到对面。2006年在网络发迹，董事长卯进祥是为了已逝的儿子开发这么多不同款的巧克力，不仅卖巧克力，也希望将埔里打造成观光小镇。而今年营收上亿，计划到台北松烟成品、高雄博尔特区开店，甚至要 IPO 上柜。第一年到第五年呢，我们几乎都是100%的成长。然后第五年到现在的第八年呢，这后面这三年呢，几乎都是在这个30%的成长比例呢，在持续在增加。很多的这个辅导单位都期待我们能够这个上市上柜，但是我觉得这应该是水到渠成吧。Feeling 18不止卖巧克力，还转投资卖披萨、咖啡、火锅，加起来年营收4亿元。以这吸金的功力，恐怕很快就能加入投资市场。三立新闻吴坤瑜、薛学华、李轩，南投。